听人说，一个男人一辈子一定要拥有一台911，马世界911。那真的给你了这台这么好的性能车，那你要怎样把它发挥出它的加速啊、操控呢？你要有对的场地去体会它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就来到保时捷原厂办的这个驾训课程。今天会由我跟孔爸一起试驾，除了918。GT2RS、GT3 之外，什么918？哦，之外之外的车，我们两个会好好开一下。只有一个名额哎，什么意思？一个来开，一个摄影。为什么？就是只给一个名额啊。我牺牲点，我来开好了。牺牲我，你来开。不对，还要公平点，猜拳，猜拳，猜拳吗？对，猜拳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你等一下会出什么？石头。剪刀石头布。你真的出石头？我赢三把了，太阳很大。多喝点水啊，拜拜。幕后的感觉怎么样？就算幕后我还是可以讲话好吗？你这一次哦，它主要是在赛道方面它有规划，就是跑车，就是所谓的纯种跑车，譬如说有911跟 Cayman 还有 Buster 跑这个几乎是半场的课程。另外一个课程呢就是四门系列，就会有 Panamera、 凯宴、 Macan 这些比较 SUV 的跟跑房车的，也是跑半场的体验。今天会试驾到这个 Boxster GTS 的项目是哪一个？Slalom， 绕锥，而且它会有计时，看谁比较快，谁跑得比较顺。那我们应该赢定了吧，对不对？这个吗？我那一组好像也蛮卧虎藏龙的耶。哇，那算了。Offroad 项目它有斜对角那种闪冰坑，让你的左前右后轮是悬空，或者是右前左后悬空，可是它还是可以脱困。另外一个关卡就是爬斜坡，就是当你到一定斜度的时候，它会自动刹车定在那边，那你只要轻轻补油门就翻过那个斜坡，那接下来就是下坡啦。下陡坡你可以用定速开关，用时速2公里，它慢慢帮你下来，然后再经过一小滩水。对，一小滩水，还有一个斜坡40度的倾斜的这样 offroad， 在这样场地你就会觉得凯宴真是个全功能的全地形车，买一台抵好几台。都完了之后今天还有什么重点？我看一下手上拿什么。送我们四台吗？4D 吗 ？No， 我是第四梯次要上 Panamera 的乘客，因为教练被我们吓了一整天，像是他们温柔的复仇时间，他会带我们甩尾。我觉得开911甩尾没什么，你看 Panamera 甩尾，你真的是佩服到五体投地。是，刚才那个 hard lap 啊，教练的复仇就是给我 Panamera 长洲版的。看你最后一个弯是这样滑进来的，没有，是每个弯都用甩的。每个弯甩的，真的太厉害了，2吨哎！我觉得最重要的哦，是你在大鹏湾这样一个比较封闭，而且是铺得很棒的一个赛道，相对是安全的。你在这个比较单纯的环境，你才可以体验你的车的性能。我是觉得，就算你是凯宴这种修旅、马抗这些车主，是你都可以来。对，你可以更了解这个他们的产品，对它实际它的性能可以到什么地方，甚至你自己的车子，它的一些操控性能极限是你想象不到的。所有车试完收获最大的反而是第三代的凯宴，让你跑赛道，让你 off road 全都有，再加上这一代又更轻，对，更舒适，对，所以我们非常期待之后如果有机会。特别是这样，新一代保时捷它真的就是说往更快又更好开的方向发展。跟我讲再多没用，我没开到。两年后，对，我答应你，我猜拳一定会让你。今天呢，报道就到这边。是，今天活动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下面留言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拜拜。